现在代言也要早早预定了，因为他真的太抢手了。最近呢，他也抢攻了暑假的学校市场，去代言线上游戏，化身成神射手，还有大祭司，相当的性感。也因为人气爆红，他已经变成广告的新宠儿。光是今年的上半年就有七支代言广告，荷包赚进700多万。我是神射手安青雅。一身性感盔甲搭配白色小热裤，超拉风的神射手造型包不住宅男女神安心雅好身材。代言线上游戏，性感扮相当然不止这一套。好吧，闪亮银色铆钉、白色紧身比基尼、婚纱般的裙摆增添梦幻。即使扮起大祭司，安心雅依旧不改搞笑本性。为了打造唯美又带有杀气的电玩代言人，游戏公司斥资300多万，服装动画样样齐全，让安心雅大呼好过瘾。每换一套我都自拍一次，就觉得就是很喜欢，就是 cosplay 的感觉。然后这次刚好又代言这个，好开心哦！出道短短3年，安心雅已经迅速成为厂商代言新宠。光是今年上半年，内衣、防晒乳、电玩七支广告找上门，进账超过700万元。欢迎性感女神。不止荷包赚饱饱，安心雅上个月还挤下林志玲，拿下百大性感美女封号。暑假还要跨足歌手发唱片。2011年大丰收，年仅26岁的安心雅，里子面子全都有了。东森财经新闻张成何仁凯台北报道。